每一天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九月初四，约伯记十章十二节安尼讲：你用活命甲慈爱予我，你的眷顾保全我的性命。三个来祈祷，赐我命甲主爱予我的天父，我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赏赐丰盛活命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怜悯，无快快生气，够丰盛主爱的天父。主啊，感谢你，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，也无予你的圣儿拄着羞辱，因为你的疼要保全我的性命。主啊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来消磨，我的年岁为着脱开也安尼，我的快乐因为我的罪恶来哀怜，我的骨头也孤单，总是你应允我。你要将活命的路指示我，因为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，在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主，伊永远要将活命甲慈爱来赏赐予咱，伊要眷顾佮保全咱的性命。伫咱每一天的生活中间，咱有时坐坐忧苦，坐坐脱愧。总是主应允咱，要将活命的路指示咱，予咱伫伊面前有满足的喜乐。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